要这很久差不多。白龙八栋三幺推开完成申请，欢迎到跑道三六左右。白龙八栋三幺发出源 Lima 栋幺 Kilo 四 Alpha 不太管跑道三六右外的。Lima 栋幺 Kilo 四 Alpha 后跳拐跑道三六右外的白龙八栋三幺。对，等待啊！南方五的拐集合绿屏，在咱们的跑道三六左。南方五拐六拐，正式机头是朝北，是吧？可以推车了吗？南方三六九三可以推开。这飞机竟然是悬空的。可以推出它车，只要跑到南方六九三。这应该是显示的问题。海南拐幺两栋，你是下一个了，我这边召唤了你。全新这个磁悬浮飞机。这个国航四五三栋正式的可以复述。国航四五三栋是吧？我们应该是排在这个机组后面。就是你刚才不是把上面信息发给我了，可以复述。可以。国航四五两三。电脑加设备一共多少钱？电脑加设备应该是有三万多。幺 Delta 六 Charlie 和它的管跑到三六之外的。六九六八起飞的就是。南方六九三。今天我们飞的七三八属于飞的比较慢，以前我都是飞三五零的。忽高忽低啊，你最好离近。三六又离近了，国航六九六八。国航六九六八的是幺两栋三六九。联系信息幺两栋三，感谢指挥，拨号六九六八。肯定是我的呀，写了不用写，毋庸置疑，肯定是我起下一个就是我。八拐九九正好等待三六九。进不来等待三六九，用八九。好，开应答机，走。起飞简单到机翼五，那边配平五，起飞简单解装完毕了。塔台白龙八栋三幺后跳拐三六右外的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，请再咨询一下，您安全带已经扣好，手机电源已经关闭，谢谢。再次安全指南，幺幺 DC 和普通 ，please make sure not to see by fasten mobile phone terminal. Thank you。坠机肯定发生过的呀，经常发生。哦，各位记者，我想问一下大家，对主播学习了一两个月吧，我玩这游戏已经玩了好几年了，这个应该不会，只是我只能说接触这游戏好几年，不能说玩了好几年。大概接触这游戏应该有差不多五年了吧，但是也不是经常玩，陆陆续续。其实文字比语音好一点，看得清楚一点，感觉是变快了。对啊，为什么在光段位呢？快了好多。好，我在等待第四个，对，等待第四个呢，我来得快。那么八拐九九这边从幺洞洞三零的跑到三六左可以起飞。跑到三六左可以起飞，你们报警。用角度控制方向。Rotate. Positive rate. Lima 三八五，这声音太大了。三八五，复制正确，准备好降。幺八九已离地，准备好了。然后八拐九九，七七幺两三三六。飞机幺两栋三零八九。你好，你好，这是联合八九九，已经从跑道三六左起飞，听指挥。联合八九九，那已经给雷达看到了，程序离场上到标准下的五千四。标准程序离场上到标的五千四，联合八九九。Thousand to go。
上五千四啊。关断一下车架，经济收两。那个上海经济，能不能把三线提升高度？然后三六百三，先保持六千。保持暂时保持六千吗？对的，现在还在我们区域，一会儿再给你申请高高度。好，可以。联盟三两八五联系上海幺两四点五五的线，联系上海幺两四五五，谢谢乘客注意安全。这个自动油门好像有点问题啊，我把它调节一下，继续收回。好，接下来自动驾驶吧。